先不发行。买车挂牌，车主们总希望能挑一张绝佳号牌与爱车匹配，号码的排列组合成为关键，怕谐音不好听，也担心不吉利。不过也有一群人看中的是号码上的英文代码，比如说像 BMW 那一种系列或 BGM， 听起来就会觉得不错。像这种车牌的话，我就会特别选。数字应该比较会啦，就是不过现在也都没有事啦，对，所以剩下还好。车牌它也不会跟着我一辈子，它可能车子卖掉它就不见了。所以其实对我来讲，我是不会在意的。曾被疯抢的英文代码号牌，不外乎就是3A 牌或者 AMG 等等，但也有被点名“嗯汤”的代码。一共有3300多人参与公路总局的代码调查投票，在11组号牌代码中，包括自用小客车使用的 CDC 是疾管署缩写，还有 CGG、PGY 以及 RGG， 则是因为不雅谐音，这4组代码不适合比率达10%以上，都将暂时保留不制作。这几组号码呢，我们只是暂时来做一个保留哈，并没有说不发行。如果说民众对这样的一个号牌不排斥的情况之下呢，公路总局还是可以依照程序再把这组号牌呢拿出来做使用。那总之要维持一个号牌唯一性。如果不合规定，我们会回去请厂商再重新制作，所以只要我们这边上架的号牌，就表示已经检查过了合格的号牌。大受欢迎的号牌，为了牌面上的特殊字码，民众为此加入竞标。反观不雅谐音或有其他意涵的代码，则在民众票选过程就先被挑出来暂缓制作。政府搜集各方意见，避免浪费制作的经费资源。三立新闻张俊阳、张俊栋台中。